盘点演唱暮色回响最好听的几个版本，最后一位直接封神，第一位张韶涵。在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里，如果看见他，请别害怕。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算一阵风一片叶，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。第二位原唱即兴出租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里，如果看见他，请别害怕。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算一阵风一变，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。第三位张碧晨李承铉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里，如果看见他，请别害怕。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第四位保安小胖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，请别害怕。什么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算一阵风一片叶，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。第五位陆二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魇，如果看见他，请别害怕。深了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，就算一阵风一片叶，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。第六位爱唱歌的陶妈妈。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梦里，如果看见他，请别害怕。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。